首尔时装周迈入第二天，热气更上一层楼。19日上午开始在首尔东大门举行，络绎不绝的男女神阵容十分吸睛，全校生全身包紧紧，但还是难掩好身材。森娜恩一身西装造型十分干练，更凸显美貌。陆星材一身别具风格的大衣，帅气男友 look 让人好心动。少女时代秀英身穿透视上衣，若隐若现的肌肤非常性感。